阿房宫，阿房宫被诗人称为天下第一宫，是秦帝国修建的新朝宫，后来秦帝国灭亡，被项羽焚毁。大明宫，大明宫是当时全世界最辉煌的宫殿，占地面积为350公顷，被称为千宫之宫，是明清北京紫禁城的 4.5 倍大，毁于公元896年唐末的战乱。南京故宫，又称明故宫，南京紫禁城是明朝首都应天府的皇宫，占地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，被称为世界第一宫殿，因战火烧毁。圆明园，圆明园占地面积达到340多顷，共有150余景，有着万园之园之称，最终却被烧毁。这么伟大的一个建筑就这样被毁掉，实在令人心痛。